去远一点的地方搭帐篷吧。嗯，150。150什么150？搭帐篷100，起码50。哦。来一会儿，我们要拿个口袋去装点牛粪。啊，青岛来都来了，试试这里的王牌项目捡牛粪。走吧，走。哎，这，你看这个铲子跟你今天的搭配非常的搭，你知道，莫名的契合，真的。哦，是这个是吧？对，尽量铲上面的，因为下面的还没晒干。哦，话能不能一口气说完？你看，没晒干之后就是早点讲。哇哦，好、哦、好棒哦！好厉害哦你！不要以为你们在这里像小孩子一样在那里表扬我、哄我，我就有干活的动力了。我还是依然充满抱怨。哦，你喜欢大坨的吗？我们天有大坨的。我好小心翼翼，不要弄湿。OK， 辛苦了。OK， 走 ，Let's go。我一天天的不是来，哎，这不是一趟治愈之旅吗？怎么全是在干活、啊？其实手上根本没什么，但是干完活的人痒。架势挺足的。哎，他这卖烧烤是吧？看，腰这个烤什么呀？烤鸡，好香啊！嘿嘿。帮我们拿两个嘛。两个。嗯，烧烤哎。烧烤只有烤羊肉和牛肉。烤羊肉和牛肉各要20。来，开单子。哦，20。别太动，我们可以拿回来吃吗？这是正儿八经我们的晚饭了。20元羊肉，20元牛肉吗？多少钱？26。啊？526。多少钱？526。老板，不能便宜点吗？520吧。520嘛。我今天有进步。什么进步？谢谢哈，好，要的。哎，手套拿了吗？拿了，谢。出，哎呦 ！Oh my god， 月亮出来了。哦。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就要穷游了？啊！我不要。他在想，这是我们的比赛。哈哈哈！这也蛮好看的。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哇哦哦哦！海边是粉的了。看那边。哇，真的是粉色哎！我们在这儿搭帐篷吗？我一个人搭。行。OK， 我的工作人员全部高反，我 emo 了，好伤。哎，你看那几个星连在一起的，当当当当当，一个 T 型，哇哇哇哇哇，怎么这么亮？哇塞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，怎么这么多星？你知道我们现在看见的星星是多少多少多少多久多久，就是至少哈，我乱讲哈，几百年前的星星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一瞬间，对于它来讲已经过了几百年了，因为它发出来的光到我们肉眼接触到要几百年，我忘记具体数值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帐篷啊，嗯，你说你买它的意义是？本来是想睡个午觉什么的，
我们今天经过那个青海湖闹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人，就是应该正常来说话，应该是不是在什么油菜花地啊或者什么那地方摆的吧？结果我看到一家人在那个树荫下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树荫下搭帐篷，然后吃。然后我在想他们，那为什么要在那儿呢？就是每个人他们旅游的意义不一样，那有的人一定要去风景区，有的人一定要做当地人做的事情，有的人就舒服就好了。就是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还没有找到这趟旅行的意义。我把它当工作，如果不是工作，我不会来了。我在大连机场就逃跑了。那你觉得你什么时候能给自己放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假期啊？不知道。我本来想说功成名就，但是什么时候才是功成名就呢？那个奶茶呢？对，它有杯子吗？有给了你，谢谢。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喜欢的。嗯，我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在城市里面走来走去，人很多，见很多人，因为见很多人其实对我是一种消耗，是我的一种缺陷。我见很多人，我真的就是没有力气，感觉被掏空。你以前是蛮享受那种 social 的，对吧？很喜欢跟人交流啊啥的，喜欢热闹。对。喜欢所有的朋友们一起都在，喜欢跟人家聊天。我变了吗？嗯，其实不能说变了吧，就是可能有点不习惯。为啥？就是跟以前跟朋友相处真的不太一样，但是私底下我们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哦，好像没有什么。还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联系的比较少吧。其实我自认为我没有变，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肯定还是有点变化。其实我前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觉得每个人不能这样，但是现在我不这样觉得，我觉得要跟这样的自己和平共处。所以呢，每天晚上我都会泡澡，泡澡的时候就哭，泡十五分钟哭十五分钟，起来又是强大的自己，就是要学会释放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盼着看今天晚上的星空。其实这也是我最怕的，对，我也是最期待。我知道我一定会哭。这样的夜晚，是我在北京每一天都会经历的。但是他不让我感动，我今天很感动，因为这些每一颗星星，它都不是我的。但是现在此时此刻，他在听我的故事，他在看着我，我就很想哭。他只是为我而来，就这一瞬间吧，害怕。
出的一瞬间。我不管，现在。那我们谢谢他们，辛苦了。就我们两个人量这么多，辛苦辛苦。哎，2018年我们一起出来旅行，现在也一起出来旅行。哎呀，走啊！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吗？就是如果这回我不陪你来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Fight, no fight, 你知道吗？老朋友值千万。Say the same。我太了解你了。Yes。我现在啥也不敢做，越长大越倒回去了。其实胆子挺小的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像是你大姐拉着你说：“老梁，挺起来，不要怕。”你会保护他们，我会保护他们，这是一种传承。就像你以前保护我，感恩吧，感恩一切。感恩我能现在跟你在这一起看星空吧。2022年的关键词是自由、友情、身体健康。你要的太多了，那就身体健康在前面嘛。那我要有钱，我要身体健康。可以，可以。哎，我田呢？焦师傅，你醒醒！哎呦，我俩喘气都喘不上了都。怎么办？我们就最后一瓶羊了，哪儿也别走了，快熄火！别干了，别干了，你们啥油啊？